这个家不能没有你，不抢老板风头。这吃的都是给我们的吧？是对我们头安排的，自掏腰包，俺跟老板无缘。那要不然，先送我们去客栈吧。我家人呢，在广德坊桂花巷给我置办了一处小院，之前一直嫌，要不你们替我出头？助攻老板的二姨约会，你忘了，咱们还得赶紧去给招娣去弄一身新衣裳。你们俩带她去，我送完再回去。我饿了。行，那我们先走吧。我家乡那个表姐啊，每次出去会集郎的时候，就和今天胖二姐吃开我们家的样子一模一样。你可以的。